私はジャッキーチェンです。元気？ジャッキーも元気。现在我刚刚录完了我的日本新大碟，我录得很辛苦啊，但是我知道你们一定支持我的、希望你们听完了之后呢写信来告诉我听哪首你喜欢啊，哪首你不喜欢啊。还有现在开了学，你们全部都要给心机做事的做事，读书的读书啊。还有我在香港现在开了、Jackie Connection 啦，还有是 Jackie Help Club 啦。下次你们记得来香港的时候呢买衫去 Help Club 玩，因为你们是 Member。Of course, all have a big discount. 就是新年和圣诞啦。I wish you all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. 再见，拜拜。